それではセレモニアルピッチ、楽天ガールズリーシャンさん、ナイスピッチ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真的很吓到，因为我一开始想说，哎，更多会来，没有共同语言，因为我想说他应该听不太懂中文。结果他的翻译就跟我说，哎，你们可以多多跟他聊天。我就想说 ，OK， 那我试着多多跟他聊天。结果我发现我讲的话他全部都听得懂，然后他用他自己的翻译讲，我也可以大概猜到他们在讲，大概猜到他在讲什么。所以我觉得我跟他算是没有什么沟通障碍。では、ただいまよりセレモニアルピッチを行います。本日のセレモニアルピッチは楽天ガールズのリンシャン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リンシャンです。頑張ります。それではセレモニアルピッチ、楽天ガールズリンシャンさん、ナイスピッチ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では記念撮影に移ります。多惠这一次来这边应援有什么感想？嗯，我第一次来日本参加比赛，很开心，但是一点紧张，但是很开心。像你今天有开球，你给你自己打几分？我觉得我这次呢，应该有80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官说我的 pose 很漂亮。然后我觉得我这次丢的蛮直的，就是再用一点点力，感觉就是可以投到那个圈圈里面。因为我这次呢有在开球之前有稍微练习一下手感，所以呢就稍微抓到该怎么开球，所以我觉得这次呢算是蛮棒的经验，希望下次可以更好。那这一次难得跟多惠然后一起出国表演，是很难得的经验。这两天比赛下来，什么有趣的事或新的感想可以跟大家分享？有趣的事情哦，你们沟通上面会不会有一些难处？哦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真的很吓到，因为我一开始想说，哎，分多会来没有共同语言，因为我想说他应该听不太懂中文。结果他的翻译就跟我说，哎，你们可以多多跟他聊天。我就想说 ，OK， 那我试着多多跟他聊天。结果我发现我讲的话他全部都听得懂，然后他用他自己的翻译讲，我也可以大概猜到他们在讲，大概猜到他在讲什么。所以我觉得我跟他算是没有什么沟通障碍耶。